溪桥冰砖上桌，得自力救济，号称发泄系冰砖，要让你边锤边吃，碎冰解体散开，让人觉得畅快。再多敲几下，还会发现里头惊喜，中间可以挖空，藏了新鲜水果，一盘适合4到5人分食，数量有限，一天大约15份上下。刚送来的时候比较难敲，没注意到价钱，就只是因为它的外观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就点了。大多人为了外表而来，光是冰砖就有5种口味，从上到下分别是玫瑰、蓝紫色的蝶豆花、奇异果，接下来是芒果，以及最下层的紫色蓝莓，价格不便宜，一份380元。它在运送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碰撞，会导致可能结合处会裂开，对，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在于塑形。担心大冰砖吃不完，业者结合国民饮料珍珠奶茶推出迷你款，适合2到3人吃，抢攻小团体客群。我觉得蛮甜的，价钱是蛮合理，可是我没有特别喜欢吃零食，就是甜的，所以还好。因为我觉得发泄有很多种，虽然说吃也是一种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吸引我的地方。消暑冰品竞争激烈，搭上发泄系成为新噱头。三立新闻马正豪、曾家轩台北报导。